一样是不龟裂不粘连的皮外，手一样帮大家留空间，然后你看它的拉链都非常的好拉，那当然大家喜欢这样扣起来或是不扣都 OK， 快了会比较合一点点，然后其他的尺寸都是没有问题。手袖也给大家很经典的拉链，就是小造型，它的皮色很漂亮，是灰杏色，所以是坊间一般比较少有的，超级经典的。这个的话那是真的可以放东西的真的口袋，如果说你骑机车啊会怕那种风很大很冷的话，我觉得皮外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，因为它非常的防风，非常的御寒。那咖啡色其实也不用担心什么肤色黑不黑的问题，我觉得是不会有的，长度也是刚好可以盖过就是我们这个腰的肉肉的部分。皮啊很多人担心很小很窄，它是非常非常好活动的皮革。那这个袋子啊就是可以抽掉然后也可以用，就是随心所欲的搭配其实就可以了。